三大盈利纺织股沪泰纺织1382，市值55亿元；百宏实业2299，市值113亿元；天鸿纺织2678，市值102亿元。去年预测 P/E 次8.3倍、6.6倍、3.3倍、3-1，好易拣。一天鸿2020年。12月年结受疫情影响，纯利 5.17 亿元人民币，大跌 41%。 2021年上半年赚 12.88 亿元人民币，按年暴增122倍，并已相等于2020年全年的 2.5 倍。上月18日发盈起，指去年下半年所赚与中期相约，即全年赚 25.8 亿元人民币，飙399%， P 仅 3.3 倍，去年预测盈利创历史新高，较疫前的2019年高出 192%， 较历史前高2016年 11.88 亿元人民币高出 117%。 天鸿表示2021年即劲是因为纺织品需求恢复，平均售价上升，产品毛利率增高。而天鸿2021年预测 P 3.3 倍，较6年平均 8.2 倍折让60%，预测 PB 0.86 倍，较6年平均 1.2 倍折让30%。沪泰去年预测 P 8.3， PB 1.63 倍，百宏 P 6.6 倍， PB 1.1 倍。新洲国际2313，产销运动服，有少量针织业务 ，P 36倍 ，PB 6倍。比拼之下，天鸿数据的吸引力但上半天高。三，过去五年，天鸿派息比率平均30%，预测股息率高达9.1厘，派息比率30%等于 P 3.3倍 ，X 股息率9.1厘。天鸿盈利创新高，有机会另派特息。四，去年六月底，天鸿正负债股东资金比率31%，去年下半年以 8.1 亿元人民币出售一家纱厂，蚀1000万元人民币，计入去年下半年现金流入，估计正负债比率降至 10% 以下，财政更稳健。天鸿现价 11.1 元，目标 P 5倍，见 16.8 元，潜在升幅 52%。 天丰证券上周睇 17.6 元。中金上月睇 14.3 元。同长嘉影2月4日虎年首个交易日，于 14.32 元贱买新特能源1799。作收 16.94 元。较贱买前大升 18%。公司已发2021年 ,12 月年结盈起，多赚 6.2 倍。预测 P 盈不过 3.5 倍。应是全球最平多晶硅股。公司上周又签框架协议，参与光伏发电项目，争炒卖点，目标重温 25.7 元，上有水位 52%。 去年11月9日于 47.55 元贱买渣打2888，设目标58元，作收62元，超标，较贱买前大升 30%。可换马到东亚023，东亚预测 PB 仅 0.37 倍，较渣打的 0.54 倍低1/3，作企定于 13.96 元，目标重温20元，待升 43%。 东亚本周四放榜，等好消息可也。